请问你们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你们三个人的状态怎么样？完毕。我们现在三个人的人员状态非常良好，正在开展机械手功能测试，完毕。今天我们在进行现场直播，请问三位现在要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什么要分享的？完毕。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展示万米的海底。完毕。它是表面实际上都发生了这个轻微的这个蚀变作用，所以这种蚀变作用实际上对地球生命的这起源也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因为蚀变过程中它产生了大量的这种气体、粘土矿物甚至有机质，所以为地球最早期的生命起源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环境，所以对深渊研究、地学生物学研究都非常有意义。